天津市政府抢夺财产不还，还殴打网民。中国政府治土匪，看看他们把这个两个车放在一个人行横道中间，这不是就是障碍物吗？不让正常行走，这个属于违法行为啊！站着行人道。你说哪有那么干的？这要是好狗还不挡道呢，摆了那么两个障碍物放在那里，又熊又坏又不老实。中国政府还我们财产，中国政府是土匪，土匪都不如。